要绑住啊。哎，别绑。快点。不错，不错。这样的，这边是很棒的，但是这个不同意，他的不欢迎高富。他说你把我的档案消去了，他妈的，我不在你的那个学校搞了。我有两个朋友，有一个同学就是这样的。加油吧，留下来。